Tommy Mega。 对，看到没有，这是神鸟客跟 Mega， 然后我们来到哪里？大波士。大波士在台东大波士，昨天直接连夜杀过来，就是两个很痛苦的人，对吧？这是用通告啊，对吧？就那个，就直接过来了，对吧？然后主要的话，我们是热色鱼跟白马。对，那我这边的话，其实 Mega 算是蛮有经验的，因为他毕竟成为水沟路妖王。我们厉害嘞！然后今天的话，等于说在钓了城市钓客过程中的时候，有些偷偷我要偷 Mega 的小技巧，大家来看一下到底可以钓什么。OK， 来 ，Go Go。OK， 那来到大波池，风景非常的优，那边有桥，对不对？正所谓小桥流水人家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都称他人家就好了。然后也可以租船啊，但是我看大部分都是观光。那其实这次的话，其目标是带，不过先用我们的城市钓客最常用到的就是阿金虫，然后用一克，这是最快的。现在看有什么鱼？那其实现在。因为水一直在流嘛，那其实我就会尽量去找，就是下风处啊。障碍也是拿不少的。哦，一下去就直接落水咬呢。是有点意思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那边有一只小呆。有没有看到有一只小呆？那先用这个钓，然后等一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来专心的钓呆。可以哦，sorry， 可以哦。哇，大波池的呆，终于。这样两只可以换一只热狗。可以了，我们可以今天有着落了。来啊，还是我下去提就好了。应该不用哦，我觉得很小只呢。来，来升国旗。水啦 ，nice 哦，钓鱼，啪，笑死。27公分哦，感谢你让我今天有午餐吃啊。OK。现在就钓到一只小呆啊，那其实还蛮多的。那等一下的时候晚点会去区公所，他去换热狗。OK， 现在来到乡公所总办这边，我马上进去交鱼了。想要上称结果，太紧张了。红色那个，一公斤，是啊。不错啊，不错啊。泰国鲤啊，泰国鲤。怎么那么小只？最近都小小小小只。推崇活动，会笑死了。姐，我们可以领50块，刚好吃两根热狗热狗。我们笑死了。可以。这样就可以了，感谢。嘿嘿，谢谢，还不错。但是你们会来多久？我们来了，我们从早上8点。
八点到点，对，第二个早上，那现在风太大了，钓不起了。不过真的蛮难钓，我再也不会来钓了。我们这个持续到十月底，持续到十月底就是，嗯。那你有没有空可以去钓？对，明年也是吗？明年不一定，看看有没有经费。啊，了解。不太清楚明年会不会。好了，那现在换完了，那这边我们看 Omega 手上这边50元，得来不易，得来不易，真的。你知道现在上班族多少钱吗？一个小时，一小时随便100多啊。OK， 我们今天大约3-4个小时跑掉，不止哦，5个小时、6个小时哦。如果开车这样算下来的话，哇，对啊，将近12个小时跑掉，对啊，我还没赚倒扣。啊，没有啊，其实我觉得钓鱼不一定要赚钱，这是休闲啊。对，我觉得顺便帮公所清理一下这个，嗯，这个什么压池子里面的压力嘛，对。对，这哎，没有啊，真的是太有心了。那这个这张的话，刚跟 Omega 决定就是说我们做纪念，做纪念。哎呀 ，OK， 好，那影片到这边喽 ，OK， 拜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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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